吴新宇，本期的长青讲座呢，我们继续与大家聊一聊这个有关打入的话题啊。我们看一个相比较常见的这个布局的下法。在棋盘的这边啊，我们把这个黑棋补上啊，就是说在棋盘的这边啊，走成一个这样的布局啊，走成一个这样的棋形，可以说呢是非常常见啊，在现在的棋手对局中啊，可以说是非常常见啊。双方呢在这个左边啊，也就是说呢，完全可以说呢是个定完形了啊，定型了。那么以后白棋呢对这个黑棋这块空里啊，他肯定会有一个呢，就是说打入的手段，因为他不可能就是让你这个黑棋就拴住一块空啊，就当做是一块空。那么这个手段啊是怎么走啊？想必呢很多棋友呢边看的时候啊，也头脑里也会出现了，如果我拿白棋啊，那我就说不定会走在这啊漏进去。这个呢确实是对于这个棋形来说啊，白棋这个比较严厉的手段啊，比较有利的手段。当然呢也有可能有时候是这个打入，但这个打入呢，由于被黑棋这个压住以后啊，黑棋这边的形状比较厚，这个打入呢并不见得那么有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白棋这个二路漏可以说呢是对于对付黑棋这个形状啊比较多的下法。那么作为黑棋啊，如何对付白棋的这个打入，那么呢就是我们本期要重点研究的。黑棋如果想求稳啊，这个靠住虽然是呢是比较稳健啊，比较厚实，但是呢这个下法呢在目前的棋形下呢不是太好。白棋当然是搬黑棋挡住，白棋挖走这个打吃啊，粘上黑棋呢，就让白棋啊，这个简单的度过。白棋呢，还是获得了不少的目数。黑棋呢，虽然外面呢比较厚，但是呢，看上去呢，似乎呢没有多大的发展。当然，过程中在这个压之前呢，如果你想挤呢，也还是挤得着一下的啊。这个压之前可以先挤一下，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黑棋还是不能满意，因为白棋的这个实地啊，获得的还是比较多。比较多。那么有些棋友就说我怎么好像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个下法，这个对局中高手对局中也出现过这样的棋形啊。确实啊，这个棋呢是出现过，但是呢你可能呢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下法，但是呢这个怎么在什么场合运用可能呢就没有注意了。这个棋啊，如果没有黑棋没有这个挂角和白棋飞的这两手交换下呢，这个黑棋呢是一个普通的应对啊，这样黑棋可以接受。因为第一，这个棋在这种情况下本身比较薄啊，比较弱，没有这个子挂角的帮忙守住算了。第二个，即使走成这样了啊，即使走成这样了呢，那么黑棋那你就呢绝对不会再从这个方向去挂啊，因为这个方向等于现在是漏着风的，是漏着风的，那么黑棋以后呢肯定是从这个方向挂。甚至于来说啊，有就是黑棋先在这边走成这样形状，当白棋进来这个漏的时候，黑
黑棋呢也就呢防守一个呢算了。这个下法就是什么，黑棋是有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在什么场合啊，是在什么场合。不管什么场合你都用一种方法啊，这个就是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所以就我们本期啊来说这个棋形，那么当白棋漏的时候呢，黑棋那样下呢是不能满意的。同样啊，你如果尖一个啊，让白棋度过，这个呢是跟与刚才这个那个图呢是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这个呢是不行的。那么白不黑作为黑棋呢，对于白棋的这打中呢，势必呢就要进行反击，黑棋要尖。那么白棋接下来跳，是可以说是几乎是必然的一手啊，跳起来。那么然后呢，这个轮到黑棋这个考验黑棋的时候了。黑棋啊，作为第一感来说，当然是想封住。靠住，把这个白棋啊牢牢的封在里面啊，牢牢的封在里面。那么接下来白棋如果啊这个你封我，我就跑。那么这么这个急急忙忙的啊想就出来的话呢，这棋不太好，这个棋不太太着急。那么黑棋呢可以挖啊，黑棋可以。白棋如果吃啊，黑棋可以采取滚打的手段，滚打手。这个呢，白棋形状啊有点危险，黑棋在胡啊，黑棋在胡。白棋呢，只有跳，那黑棋就算再打吃。这个白棋呢，肯定是不敢跑了。接下来呢，不管走哪，如果贴啊，被黑棋这么提一下啊，这个黑棋太厚，白棋啊这个地方还不好对付这个黑棋，因为自身呢这块棋不活，外面被提一个，这里也被唬住了，这外面损失啊已经非常大了。这个白棋呢，就是说呢，还是。非常的有危险啊，有危险。白黑棋挖的时候啊，白棋帮黑棋挖的时候，黑棋挖，那白棋如果打上面啊，我想打上面的话呢，大家注意，黑棋呢不会简单的跑连通，它这个地方。宁愿多死一个啊，也不能让人家一手拔干净。黑棋呢还可以尝一下，这个白棋如果还是打这个啊，跟刚才变化呢差不多，白棋还不如刚才。那么白棋只有张，黑棋再张，再挡住，白棋还得张，棋黑棋就算硬一个啊，这个白棋明显吃亏了啊。底下目数损失非常大，上面这一串子呢还不知道是孤棋还是后士，这个白棋呢是明显不行。那么黑棋靠的时候呢，就是说呢白棋啊如果搬这边，黑棋呢依然可以挖啊，一样可以挖。结果呢，和刚才呢差不多啊，和搬这边的这个结果是差不多。但是呢，黑棋靠住啊，白棋呢也没有必要啊，急急忙忙从这里这个钻出来。啊、白棋呢可以先啊飞一个
这个比较轻灵的处理，比较轻灵的处理。黑棋呢，你当然很想压了啊，这个很想压了。那么白棋啊，可以冷静的连回来，也可以啊，这个冷静的连回来。当然了，你可以先尝一下啊，这个黑棋虽然啊都能压住，那么呢，即使我就贴回来啊，因为白棋的目的它还是以这个活棋为主啊，活棋为主。这个接下来黑棋如果顶住，顶住这边，白棋你就算顶。顶的做活，这个也可以考虑啊，也可以考虑。这个白棋活了以后呢，这个黑棋这个扳的毛病啊就显现出来了。同时这外面呢，这个地方虽即使没有断点呢，白棋呢也有各种点的先手利用。而白棋呢在黑的这个空中间啊都全部活出来，这个白棋啊还是就是说呢非常这个满意的，非常满意。那么黑棋急急忙忙压啊，这个不成立的话呢，那么黑棋呢如果退手的话呢，白棋现在呢不用怕，白棋可以第一就算贴出来，这个白棋已经可以满意了啊。虽然黑棋啊你加下去吃掉我，那么这个地方呢还该我下呢，我也可以顶起来啊，继续呢和你这块棋进行互跑。总的来说呢，白棋呢它还是已经达到了啊把这块黑棋这个空消掉的这个作用，同时在这一带呢还留有一些小小的利用。这个应该也是呢白棋呢非常这个成功的下法，非常成功的下法。黑棋啊如果挖，这个结果呢白棋就贴起来，这个结果是没什么区别跟刚才啊。白棋当然打吃啊也可以，就跑出来也可以。黑棋就是说呢还有一种下法呢，就是说呢比较急的呢，就是说冲挖吃啊，这个想直接把这个白棋分断，这个呢不好。这里虽然啊有挖有断的这个弱点吧，可以说是，但是呢这个棋呢反正大家就牢记一点，也就是我们常用的黑棋断哪边啊白棋就吃哪边。黑棋如果先在这边损，那你呢你就把这个吃了啊，你就吃在这边，黑棋啊白棋就提啊。这个棋你这边虽然吃了，但是这边的问题啊这个无法解决，这边这个问题无法解决。黑棋啊也可以先断这边啊，也可以先断这边。那么先断这边啊，白棋呢你就把这个叫打吃的啊，这是这个吃掉。你吃这个虽然能吃，但是呢这边被提一个损失也是巨大，损失也是巨大。这个棋黑棋也不能接受啊，也不能接受。所以呢从以上的变化呢我们简单的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简单的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呢当白棋啊清理呢从这里跑出来的时候呢，黑棋啊已经呢就是说呢没有好的方法继续攻杀白棋啊，继续追杀白棋。大概呢也只有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啊，这个就地呢这个只能是呢让白棋呢轻松的做活啊，只能是这样。这时候不能顶，
这时候顶呢，就是说呢，白棋顶了以后，它直接就尖过去，大家注意啊，白棋这个直接就全尖过去，这个需要注意黑棋。那么黑，所以黑棋直接走这个，白棋呢在这个顶完以后，做活是没有问题的啊。从以上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啊，黑棋啊看似很有力的一手盖住白棋呢，其实被白棋清零的啊这个转身以后呢，黑棋呢并没有好的后续手段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白棋在黑空中呢啊轻松做活。那么呢，这个盖一手啊，实际上呢还有值得推敲之处。那么这个牙啊，这个是很必然的一手啊，看上去很必然很有利的一手，实际上呢对白棋转身不好办。那么黑棋这个棋啊的要点在哪里呢？我们呢现在来告诉大家。看上去呢虽然啊或许让你有点吃惊，但是呢即使它是这个形状的啊，可以说是一个要点，那就是抓钉。看上去很奇怪啊，似乎在防守啊，好像也离白棋不相干似的，但实际上呢这个棋啊是一个这个局部的要点。白棋啊，如果你不盖我，那我赶快跳出来，那么黑棋就算啊，黑棋当然呢可以跟着跳出来，即算是尖过去，这个黑棋啊也不吃亏，也不吃亏。哎，这个不是从一路过去了吗？但是啊，我们仔细看一下啊，仔细看一下。如果啊，以我们正常的啊，白棋以后就算这个啊，如果与正常的这个白棋调黑棋浅消相比啊，黑棋浅消相比，在这个地方。啊，虽然黑棋少了一些目，本来是从三路跳过来的，但是呢，实战呢，黑棋它立一加起到了加强这边的作用。第二，它尖，这里马上就有一个扳啊，要便宜好几目，所以呢，即使在这里啊亏损了一点点啊，黑棋呢啊目数上呢也可以从这里挽回，或者是呢从这里弥补回来。同时呢，白棋走了几个以后，对黑棋啊，黑棋都补住了，没有危险的话呢，那么白棋外面这几个子啊，随时呢就有可能啊成为一块这个孤棋。白棋啊直接跳出，不能满意。当然了，黑棋这个我们是保守的棋手，其实你就算直接啊跳出来，哦，这里跳出来等等，这个黑棋呢，与白棋作战呢也是完全可以啊，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黑棋这里已经比较结实，而且以后随时还有一个联络的这个手段，这个棋呢白棋呢不见得好。那么白棋啊，一说起来是你不是要度过，那么我白棋对了，我还有一招拖。这黑棋呢就扳，白棋跳，虽然拖一下，暂时黑棋不能一下子啊一下子尖过去，但是呢本身啊黑棋呢就算跳出来，这个黑棋本身也不坏，我刚才说了。第二个呢，你拖一个与我这个扳交换相比呢，毕竟你这个白棋呢还是吃亏了啊，毕竟白棋呢还是吃亏了，所以呢就算拖以后啊，黑棋就跳出来没有关系。即使以后啊黑棋打吃啊想连通的时候，白棋啊他也并不好啊，他也并不好这个
完全去阻断黑棋。因为什么呢？你打吃啊，你不是可以打吃立下去吗？那么由于这个地方啊，黑棋有这个做劫的味道啊，这个棋黑棋还可以，如果你不跟他打劫，这个黑棋还可以挖啊。这个白棋的这个棋形啊也是非常的坏，也是非常的坏。因为这里打拔了以后呢，黑棋已经很厚了，而这里如果一旦有子的话啊，那么我直接就有可能从这边挖过来，也有可能打吃掉，从这边挖过来也有可能，种种。所以呢，黑棋呢并没什么可害怕的啊，可害怕的。那么顶一个你也不怕，那么我来个熟手如何啊？这个挤一个啊，是最简单的把这个黑棋分段的一个手段啊，分段的一个手段。但是呢，这个黑棋似乎就更加不用害怕了啊，黑棋就虎一个。本身这一手啊，这个目数啊，实在是吃亏太大啊，大家看着也都知道是非常的熟。这个呢，也是吃亏太大，吃亏太大。很明显的啊，黑棋白白的多了这一个跳的关子啊，跳的一个大关子。它不但是一个大关子，同时啊，如果以后啊这里作战出来以后，对这个这个白棋啊，这个白棋这个地方还是呢，就是说呢，有所帮，就是有所威胁，因为这个逼住以后都有点先手味道，先手味道。第二呢，对黑棋自身来说也有帮助，就是说黑棋跳以后脚上有个眼位啊，白棋已经很难去破掉黑棋这个眼位啊，除非是一个很损的劫啊，这个已经很难呢，这个是说去破掉黑棋这个眼位。那么这个棋呢，白棋啊，就是说呢非常的辛苦啊，非常辛苦。所以白棋这个挤也是呢不太行。通过呢以上研究，通过以上研究呢，就是说呢，当黑棋尖的时候，白棋跳啊，那么我们只要学会了立的这一手棋，那么这个棋呢，可以说呢，黑棋啊，作为黑棋一方呢，你就可以呢渡过难关啊，渡过难关。由于有这一手棋呢，那么这个跳呢也就不是那么严厉。所以呢，后来大家也开始研究啊，这个棋漏完以后，白棋长怎么样呢？我不跳，我就长一个。长一个的话呢，黑棋现在要分头，如果你再往这里走啊，这个一跳出来，这个已经分不断了，这个不行。那么黑棋呢，现在只有把它封住。大家注意，封住的时候呢要积极一点啊，把这个白棋靠住，白棋靠住。白棋啊，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能使用这个招法的。这个招法本身目数实在太损了啊，实在太损了。而且呢，走完以后呢，暂时呢外面也没有棋，因为黑棋它随时可以小尖一个是先手应急啊，所以白棋呢也不能从这里转。那么白棋呢，如果从那它只能从这边跑，这个和刚才的这个棋形呢就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呢，黑棋就算是后势的压住也是不足。就是呢不错的，因为黑棋啊，即使白棋这样能活啊，即使白棋这样能活啊，这个活起来呢也非常的不舒服啊，不舒服。现在这个尖啊不成立，那么活起来呢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啊。我们看看贴这个啊，还不一定是先手，还不一定是先手。那么呢，黑棋还可以走在外面啊，等等。因为你这里再去挤的话，黑棋可以先交换掉一下啊，交换掉一下。
你再靠着这个往外钻啊，这个是这个黑棋就分把白棋分在里面就行，这个白棋钻不出来的啊，这个白棋是钻不出来的。那么如果啊顶完以后搬这个再去啊再去活的话呢，这个虽然就是说呢能活，但是呢这个第一本身呢活得非常的小，活得非常的小。第二呢这个目数呢就是说对脚上啊这个损失呢也非常大。这个活法呢黑棋呢是这个是。白棋呢是不能满意的，是不能满意的。白棋是不能满意的。然后，本来最强的下法是这个坚毅的，坚毅的。但是呢，黑棋呢立下来，这个白棋呢还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如果断，那么黑棋就快。先把这个便宜掉啊，黑棋就断。白棋呢如果吃掉，那么呢黑棋就算了，黑棋就算了。白棋如果走啊，黑棋呢挖一个也可以，这个大同小异。这个呢白棋虽然能吃掉一点呢，但是黑棋呢就是说呢先手守住也是可以考虑的。即使呢你走这个的时候呢，黑棋啊取外势也可以考虑啊，然后这个地方再一拐，这个白棋也非常难受。如果搬这个到处都有这个断点，甚至于来说这个脚上的味道本身就会非常坏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借用。由于黑棋后势比较完整啊，白棋的毛病呢非常多，这个呢可以说呢白棋呢也是有些这个疑问的啊，有些问题。当然如果你嫌这个麻烦啊，作为黑棋来说呢你也可以先靠一个啊，先拖一个，然后呢再压住这个白棋。总之来说呢白棋在这里啊它不容易这个轻松的做活啊，至少要把黑棋呢走得比较厚。经过呢以上的研究啊，经过以上研究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就是说呢白棋阿卢洛在黑棋尖顶以后啊，本来认为白棋比较有利的啊，很有利的跳一个呢，但是由于发现了这个，到后来大家发现了黑棋扎丁的这个好手，从而呢缓解了这个白棋这个打入的严厉性。也就是说呢，在于目前这个形状啊，黑棋呢你不用担心白棋的阿卢洛。那么本期的讲座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或者是发 email 的方式呢与我们联系，我们尽量呢给您回复。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